们来继续分享啊。上节课我们分享到啊，冠必正，纽必结，袜与履俱紧切，这一句京剧，长养一个人待人处事皆务恭敬的人生态度啊。我们想，当一个孩子，一个学生，他有了恭敬的心，他会不会不听老师的话，不听家长的话呢？会不会？哎，一定不会。所以今天在教育界呀，我们听到从西方传来的，说孩子有叛逆的心，是吧？逆反、叛逆。在我们孩子为什么叛逆，在我们老祖宗的教诲当中，有没有这个叛逆这一词？有没有啊？也有。但是我们老祖宗不叫叛逆，叫犯上作乱。好，我们看论语啊，在学而第一章的第一篇的第二章就讲出了学生一个人犯上作乱，就是叛逆的根在哪里。我们来找一找啊。游子是老夫子的学生，他说呀，其为人也孝悌，一个人做人既孝又悌，弟子规上说的首孝悌。其实孝悌就是一个孝道，悌是师道啊，孝敬尊师，一个人做人是这样的话。而好犯上者贤矣。我们看好犯上，这是结果，原因是什么？不孝悌啊，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谓之有也。好作乱又是个结果，原因是什么？好犯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这么推下去呀，不孝悌，然后才犯上，犯上才怎么样？才作乱。我们要说学生下一代不跟我们父母顶嘴，或者是做出一些非常不好的行为的话，我们要抓住君子务本。本在哪里？教孩子孝，教孩子悌，就找到根本了。所以说君子务本啊，本立而道生啊，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于啊。所以教育到底在教什么？要是说的很简单的话呢，就是在教孝，教悌。尧舜之道无他呀，孝悌而已矣。古代圣贤明王，他们治理一个国家都是教孝教悌。教育其实很简单，难在哪里呢？难在是我们自己要做孝悌的榜样。我们要求孩子，希望孩子能听话，能成为一个孝子，尊敬老师的人，我们首先就要做一个孝子，一个敬师的人。所以我们说立志有根呐、根在哪儿？根从孝道教起。一个人真有了孝心，他自然生出仁爱之心。为人之本于啊，那个人应该是仁爱的人。哎呦，红色的。突出一点，为仁爱的根本是孝。所以今天我们教孩子说爱国。我在中国的时候啊，我发现一个现象啊，中国我们教育每个周一早上有个升旗仪式，我们这儿有吗？也有是吧？然后我发现学生啊，
说你跟他讲怎么爱国家，他好像感受不深，很空洞。结果后来学了《弟子规》之后啊，他孝心开了，你再跟他讲国家的恩德，再升旗，我做老师的也一样，我们看着红，我们中国那个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啊，我们深刻感受到一个国家对我们那种护持的恩德，我们站在那儿落泪呀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孝心开了一些。一个人懂了爱父母的时候呢，他一定是一个忠臣。啊，忠臣必出自孝子之门呢。所以原点一定是先爱父母，把人的爱心唤醒。所以《弟子规》首先就是首孝悌，首啊，本，然后到事诸父如事父，事诸兄如事兄，接下来到泛爱众，原点是孝。所以在我的教学当中呢，我始终没有离开孝道。我们班有一个同学，他学了《弟子规》之后啊，孝心打开了。打开之后呢，他是从下面县城送到海口市读书的一个女孩子，她每一个月回家一次。第一个月回家，一进门就把她母亲抱住了。她母亲说啊，一个月没有回来就懂得撒娇了啊。她说，妈妈，我不是撒娇。她说，我觉得对不起您。他妈妈说，为什么？他说，您当初把我送到海口读书的时候啊，我恨您。为什么恨呢？他说，您把弟弟留在身边呢，把我送出去。海南有一个就是有一点重男轻女的习惯。他说，我觉得您偏心，我怨您。他说，但是我学了这个传统文化，学了弟子规啊，学了孝道啊。他说，妈妈，我理解您了。您把我送到海口市呢，是让我接受最好的教育，是为我的人生前途着想。我误会您了，妈妈，向您道歉。哦，他妈妈一听哦，非常欢喜啊，并且告诉孩子说：“您一定让孩子说，转达向王老师表达，要感谢王老师，啊，把中国文化带进了我们孩子的生命当中。其实不是感谢我了。”啊，要感谢我们的老祖宗，代代把这种智慧，五千年的智慧呀，代代传给了我们呐。可见老祖宗这颗念念为子孙着想的心呢，我们要能够感受啊。我们手捧每一本经书的时候啊，那里面凝聚了我们祖宗多少的那种爱心，那种恩德呀。没法计算，所以我们必然要以感恩的心，以至诚恭敬的心，真正去力行，才能对得起祖宗这份恩德。哦，那么这个孩子呢，每一个月回家一次啊，他都会教他弟弟一句《弟子规》，而且跟他的母亲讲：“妈妈，一定要对姥姥。”爷爷奶奶要孝顺呐。你看，当一个孩子孝心开了，他也会养父母之智，智慧的智啊，他也会去劝父母啊，什么才是最重要的？哦，伊斯兰教当中有一句话呀，说天堂就在母亲的脚下，这句话很有味道啊。人什么要想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，一定要孝顺父母，当下就活在天堂。假如有天堂的话，将来升天堂一定也要从孝道做起呀。这句话很好啊。所以当这个孩子孝心一开，这个孩子送到我们海口市是因为学习不好，
数学不及格，语文60分左右。送去3个月之后，成绩数学语文都达到90分左右。当我离开这个学校的时候，从来没有退过。而且这个孩子学习啊，我给他留作业他觉得不够，他说王老师你要多给我留。所以当一个孩子孝心开的时候啊，学习不用我们在那儿老看着，那多累呀。那我们班的学习呢，整体状态啊，学的确实体会到夫子说的啊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啊，这是真的。态度端正了，孝心开了，亲所好，力为具，亲所恶，谨为去呀。他自己就发奋了。我们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上，没有发现说哪个读书人厌学，有这个字吗？为什么5000年的教育都没有提到厌学？今天我们才教了多少年呢？学生就厌学了？我们要深思啊，教对东西不会厌学的，人越学越有智慧，烦恼越来越少，怎么可能厌学？我学中国文化是学的欲罢不能啊，不是厌学呀。读起古书来跟古人对话呀，在那是有的时候，哎呀，读得兴奋的时候，站起来走几圈，哇，太好了，一拍桌子，太好了。其实我们学对了东西呀。那么大家就有的老师可能担心，那抓德育，那成绩都没时间抓了，有没有这份担心呢？磨刀不误砍柴工啊，我们从德行根本入手，孩子的成绩会越来越好。我们班学习最后达到什么状态呢？我上课叫资源共享，每一篇我是教语文的啊，每一篇课文学生自己回家呀，他自己查资料预习，预习的那个资料查的都非常精辟呀，还知道筛选。然后来了之后，我属于一个主持人的角色，在课堂上学生谈他自己预学的感悟心得，对课文进行分析啊，谈得非常深刻呀。那个今天孩子写作文，我们看到非常苍白无力呀，什么哪儿景色美什么啊，这儿景色真美啊，就光啊都没有真情实感呐。一写做好事就扶老大娘过街，对人生毫无感悟啊。为什么古人的文章千古道德文章啊，行云流水，读起来是气势磅礴呀？那个是真感情好文章，不是坐在那儿憋得脑子疼爬格子写出来的。他是真有那种德行，有那种感悟，下笔如神呐。所以当孩子学了这些孝道，有了人生感悟的时候，他写出的文章我们看了会吃惊啊，对人生有很深的感悟啊。所以我们从这个孝道上啊入手。那么父母留给孩子刚才谈到学习啊，刚才谈到学习，那班级上课每个同学发言，很快就下课了，一节课。结果同学学快乐的时候，你看，时间是假的。当人很快乐去做一件事，觉得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，美好的时光永远是短暂的。只有人觉得活着痛苦，才会觉得度日如年，一种感觉而已。一节课一晃过去了，学生说，老师下课了吗？再等，我还有一个问题。我说不行，
不能严苛。下课之后，一些学生就把我围上了，一直我是寸步难行啊，往办公室移动。老师，你看我这样分析对不对？老师，你看我这样想对不对？有的学生跟我像，还说就是王老师，我都这么用心准备，你要再不叫我，我可生气了。到办公室门口，我说停停。啊，我进到办公室算那个，他们算回去了，才止步。学习乐呀，不是苦啊。啊，所以这种学习状态呀，我们班的成绩始终是在平行班当中是第一名的。所以大家给大家保证啊，从德行抓起来，我们看到最起码是立足于孩子一生的幸福，这是为人师的一份使命，为人师的一份良知。啊，成绩一定会好。所以后来总结出来一点呢，有孝心的孩子，他的成绩跟他自己不断的比起来，会一定越来越好，这是肯定的。范仲淹先生为什么五年大通六经之旨？他父母在身边看着他了吗？没有啊，志向和孝心推动着他呀。他读书的动力不是金钱。我听一个老师跟我讲到，有一个中学生，这个中学生不愿意学习，这个老师感到束手无策了，最后没办法想出一招，把他找来说，你要不好好学呀，将来你就不能像你父亲一样赚大钱呐。结果这个孩子一听说，我就不用读书了。老师说，为什么？我父亲把我一生的钱都给我赚出来了，我还读什么书啊？读书不是在赚钱呐，那人生价值观完全偏颇掉了。苦为什么苦？就在这儿了。读书是为了欲望，欲望是深渊呐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，我们把我们的下一代在引向何方啊？我们自己又在走向何方？人生要活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每一步踏出去都踏踏实实，不能举棋不定。老祖宗的教诲是3岁看80，7岁看终生，不是像今天的教育是摸着石头过河，走一步看一步，自己都不知道这样走下去将来是什么样结果都不知道。老祖宗的教诲不是啊，3岁7年，3年7年之间，把一生人的根基就扎稳了，其实在胎教都扎下去了。老祖宗太有智慧了，从胎教就开始了。那么我们为人父母，为人老师者，留给孩子最大的财富绝对不是钱，用钱培养出来的，我们去看几乎都是不孝子孙呐，败家子。老祖宗5000年没有用钱去培养孩子的，用什么呢？用德，留给孩子最好的德行的风范。我们要深思啊。我在山东庆云，有一位母亲从东北，从黑龙江领着他15岁的儿子到我们山东去了，一进门给我们就跪下去了，说，王老师，您救救我的孩子。他这个孩子啊，是个网吧少年。当我见他一进我房门的时候，目光呆滞，面无表情，就是机器人那种感觉。坐下来我们聊的时候，他跟
我们聊说做一个人要行孝啊什么，他都毫无感觉，目光呆滞，他的思维全停在那种游戏当中，那个叫精神鸦片。后来在这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啊，一点一点的好一些了。那么有一天，这个孩子跟他母亲说：“说妈妈，我想找王老师，我有话要跟王老师说。”他母亲很高兴哦，领着他到我们家来，坐下来之后，孩子沉默不语。我说：“你既然找我有话说，我没有关系。”有啥心里话你跟王老师说。结果孩子说出的第一句话让我们在场的人震惊，他说：“王老师，我不想孝顺我妈。”为人父母者听到孩子说这样的话是什么心情啊？当孩子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我没有看到他哭过呀，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泪夺眶而出啊！为什么？我说为什么你不想孝顺你妈妈？他说因为我在我三岁的印象当中，我母亲对我奶奶就不孝，从来没有管我奶奶叫一声妈。不要觉得孩子小什么都不懂，孩子的眼睛就是录音机，孩子的耳朵就是录音机，孩子的眼睛就是摄像机呀。我们从他小在他面前表现的言谈举止，我们的每一个举动，每一个眼神，每一句话，每一份心境，都已经深深地刻在了孩子的心里，那个就是人生的根基，那个就是教育。然后他母亲说：“儿子，我可以改。”他母亲也很不简单，我可以改，你相信妈妈。他孩子又说了一句：“我不相信你。”他现在妈妈不叫了，他说我不相信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对你妈妈都不孝。为人父母对公公婆婆对父母不孝的时候，把孩子的心伤透了，把孩子人性本善呢都给伤了。因为孩子跟爷爷奶奶之间是天然的亲情啊，为人父母不孝，那是我们亲手扼杀了孩子的幸福。还有一个人也痛苦啊，先生也痛苦。所以今天我们说忙忙碌碌为了孩子在赚钱，其实我们真正为了孩子，真正给孩子的不需要多少钱，是什么？就是这份孝道，这份德行。家庭当中最重要的是教育啊。当我们忙碌在赚钱当中，忽略了孩子下一代的培养的时候，得不偿失啊。得不偿失，我们要看得长远。因为人一到中年，儿孙都贤孝，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啊。我们要会算这笔账啊，要顺道而教孩子啊。所以我们要抓到一个根本啊，所以有孝心的孩子啊，他就有孝，哭笑的笑。有孝心的孩子他就有效果，学习一定有好效果啊，一定听话。我们有孝心，经营家庭，经营事业，一定都有效果，会经营很成功啊。一个孝道全家安啊。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在枝末上累得半死啊，回到根本，好好以身作则，我们会失意而功倍呀。
所以我在班级引导孩子啊，教孝，首先我要告诉孩子，我们为人师者一定要告诉孩子，你们的父母有多伟大，让孩子要知道父母和他们亲人的恩德呀。因为人是需要提醒的，不提醒恩德就忘了，对父母的付出都是视而不见呢，觉得理所应当了。那做人的态度，《弟子规》上说是什么？恩欲报，怨欲忘。这是做人的态度，恩义道义的态度。那父母不能说你要孝顺我，说不出口。老师要跟孩子引导。有一个孩子跟母亲呢闹了矛盾，跑出去了。在外面绕了一天，很饿了，然后在一个馄饨摊儿啊，一位老奶奶坐在馄饨摊旁边啊看。老奶奶说：“你是不是饿了？”他说：“是。”他说：“我给你做一碗馄饨吧。”他说：“我没钱。”他说：“没关系，奶奶送给你，不要钱。”结果做好端在他面前，他就开始吃啊，刚一吃，眼泪就落下来了。老奶奶说：“你为什么哭啊？”她说：“你对我比我妈对我都好。”你看啊，我们往往对别人给我们一顿饭的救济啊，我们觉得别人是如此的好啊，甚至在车上别人给我们让个座，我们都觉得哎呀很感恩人家呀。这位老奶奶说呀：“你有没有想到你母亲在这十五六年当中给你做了多少顿饭呢？”这个孩子一听哦，马上放下这个那个馄饨呢，说：“奶奶，我要回家。”回家到门口，他的母亲在巷子口已经在盼着他了。回来一看女儿回来了，说：“来，妈妈把晚饭已经给你做好了，走，咱们去吃饭。”女儿趴在母亲的怀里哭。父母从小到大呀，我们来的时候不带一个布条丝儿啊，来是一身光啊。我们拥有了工作，长这么大，父母付出多少啊？怀抱三年哺乳之恩，这种恩德我们都忘了吗？但是父母从来没给我们讲过条件，父母对我们是一片至诚啊，我们回报给父母的是什么呢？有父母对我们那份心吗？我跟学生讲，我说我父母对我的恩德，我父母之所以我学习呀，我没有让我父母操过心。为什么？我在我印象当中，我父亲是名老中医呀。我父亲只要没有病人的时候，在我印象当中，就是坐在那一张用红松木做的那张椅子上，那张椅子坐了几十年都没有动，一直坐到发黑、发亮。没事坐在那儿就是读中医书，而这种身教。我想我父亲绝对没有刻意做给我看，而是自然而然。但是往往自然而然的这种身教对孩子的教育的力量非常强大，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就去读书，不用父母操心。我们老王家是个大家族啊，我们一家是三代同堂，我父母、爷爷奶奶，下面是我们兄弟四人，八口人。每次吃饭一定先请爷爷奶奶上座，然后我父亲、我母亲，我们再上座。每一次我看到我父亲都是把用热水烫好的酒给我爷爷倒上一盅，那个咸鸭蛋，那个小的时候那不是随便吃的，有一个咸鸭蛋切成两半，这一半吃了，下一半还给爷爷留着。
或饮食，或坐走，长者先，幼者后。来客人了，爷爷和父亲陪着客人，母亲和我们在厨房里吃饭。现在我明白了，那个就是做人的根基呀，孝道啊。我父母对我爷爷奶奶从来没有一句说过埋怨的话，父母之间也没有说打过仗、吵过嘴。我小的时候童年是非常幸福的，我就是在我父母这种爱的呵护当中成长，我的心是安的。我放学我第一件事我就想回家，因为有父母的慈爱的呵护。今天我们都忙碌上班赚钱呢，孩子为什么有的不愿意回家？为什么迷上网吧、迷上电视？他的人生的根没了，那个根就是父母的慈爱呀。我记得我母亲，当我二姨妈生病得肺结核，那是一种很传染性很强的病哦，她女儿都不敢去照顾，我母亲去照顾一个月。很自然那种兄友弟恭啊，那种天然的手足之情啊，这些事我没有刻意去记啊，但是当我一经常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啊。所以我觉得兄弟姐妹之间为了一点财产还能去争，我觉得太不可以想象。兄弟姐妹就是应该和乐的呀。有一次我下午放学，我小学的时候，我蹦蹦跳跳回家，一到家呢，因为每次都有母亲做的好吃的东西，那个时候我们读书啊不像现在孩子压力这么大，语文数学学好就好。结果我回家是3-4点钟，到家东北是做的是那种火炕啊，桌子放在火炕上，我们东北吃饭都盘腿。我刚坐在炕上要，我母亲从锅里面呢端出来一碗热乎乎的荷包蛋面，刚要吃，然后外面来了一位乞讨的叔叔。冬天呢，我母亲赶快把这位叔叔就让到家里，坐在我的对面，说当时我的小名啊叫小子，说小子啊，你先等一下，这碗面先给叔叔吃，妈等一下再给你做一碗。我在亲眼看到我母亲做的这一幕啊，然后看着叔叔啊在我对面把这碗面吃下去，叔叔那种感激那种感恩呢、啊，和母亲那种自然的去帮助人的那一种心境啊，我内心感有一种非常的幸福和喜悦。所以老祖宗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呢、啊，这是真的，这些都深深的种在我的内心呢、啊。今天我能听闻圣教啊，我想与我父母的这个为人都有关系啊，这个就是教育啊。无论我们给孩子种下去是好的和不好的种子，他都会生根发芽。教育没有丝毫侥幸，绝对没有。我们做出什么，我们的孩子就会成长为什么样的人。在中国大陆有一首歌叫什么，长大我就成了你，真的、哦、我们看我们带出的孩子，他的音容笑貌、走路的姿势、说话的语调都会非常像我们呢。大家有没有注意观察，就像那个母子似的啊，刻字的母子，我们在克隆下一代，刻得很像啊。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言谈举止全部种在了孩子的心里。所以我们今天要非常的谨慎，那我们讲到这个，我们给孩子、啊、要留下的是这种
孝道这种德行的啊风范。讲到我母亲呢、啊，我父母对我的这份恩德，点点滴滴的恩德，这是最大的一个财富。我父亲是名老中医，半夜来人敲窗户，正睡得很香呢，来人敲窗户，我父亲冒着大雪，膝盖深的雪，背起药箱就去。年三十刚要吃饺子，马上来病人，我父亲放下，赶快就去，给人针灸不收钱。这些一讲起来，全浮现在我的脑海当中，自然而然谓之教育呀、啊。好雨知时节呀、啊，当春乃发生，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啊，自然而然。所以我们今天，我们学了《弟子规》，要深深地把它落在自己的身上，才能造就出好的子孙。那么我们孩子，我们引导孩子认识他父母的好处。一提呀，其实孩子全知道啊，我们不要觉得孩子不知道。有的孩子说，我的母亲如果要评十大孝子、十佳孝子的话，我母亲可以当选。但为什么呢？我奶照顾我奶奶照顾得非常的孝顺的，非常孝顺我奶奶。一看奶奶下地，马上就给拿鞋，然后把鞋轻轻给提好，扶着奶奶。奶奶牙口不好，做奶奶喜欢吃的东西，吃苹果那个有些硬啊，给煮用煮软了给奶奶吃。奶奶的内衣裤啊，因为奶奶有点那个大小便失禁，奶奶不好意思让儿媳妇给洗藏起来，而且她母亲一定给找出来给洗，并且说呀、啊，为人父母的有没有嫌我们子养我们子女的时候啊，有没有嫌我们脏啊？我相信为人父母从来没有嫌自己孩子脏过。正吃饭呢，孩子在旁边大便了，你看那为人母亲者放下很快就去照顾孩子，照顾完回来洗洗手照样吃饭，一点脏的意思都没有。这就是为人父母的心境啊。所以我们对老人也要用同样的心境。甚至我父亲要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啊，自己给自己把脉，因为我父亲是一名老中医，一把脉是绝脉。我老父亲跟我母亲就说了，给我准备吧，就这几天的事儿。然后临走之前，我父亲自己刮的胡子，自己洗的澡，第二天就走了，大年正月十六的半夜十二点。走之前跟我母亲说了几句话，说当我的大名叫桂清啊，说桂清那个结婚的钱呢、啊、也不用担心，也够了。你看为人父母，他临自己要走了，他不是想到自己的这个生或死啊，他还想着他的儿子，这份恩德如何回报？我们一家八口人的点点滴滴的一年四季的衣服啊，全是母亲一个人一针一线做出来的，那个时候没有钱买。我们穿的鞋，甚至我的书包，全是母亲做出来的。慈母手中线呐、啊，游子身上衣呀、啊，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虽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呀、啊，无法报答。所以，我们引导孩子想他自己父母的恩德。因为人感恩的心一提起来呀、啊，父母呼应勿缓，父母命行勿懒，父母教须敬听，
父母责须顺承啊，自然而然他就能做到，他就会知恩报恩，他学习不用人催。所以这个孩子你看都知道，他母亲只要做出来孩子全知道。有一个孩子提到，这是孩子的共同的心声啊，他们对母亲的一个希望，都是希望一个好母亲的标准一定要孝顺爷爷和奶奶，这是孩子的心声哦。有一个孩子提到，他说我母亲对我爷爷奶都很孝顺，家里料理的也井井有条啊。他说我可不可以给我母亲提个建议？我说什么建议？他说我母亲呢，对我爸爸说话声音大一点。我说说话声音大一点怎么样？他说不太恭敬，让人感觉。结果他母亲听到了，我把这个话传给他母亲，他母亲当着孩子的面给他先生跪下去啊，向他先生道歉，说以前我说话声音大对您不敬，以后我改了。家长真落实弟子规真干呐！我们想当这一幕下去会给孩子什么样的触动啊？所以教育孩子确实是父母跟老师共同要为孩子做榜样。那么孩子啊，我们引导这些，包括他一生的十几年的成长啊，父母做了哪些，孩子全能讲得很清楚。那么孩子知道了，他就开始去回报。怎么回报？有的孩子说我要把学业学好，不让父母操心。有的回家呀，自己事儿自己做，房间自己料理啊，然后有时帮母亲呐、洗点菜啊、做点饭呐、我们这个都教。有些能力绝对不是在课堂上读那个书能读出来的，仁爱、恭敬、责任、谨慎，读不出来啊，是在生活当中历练出来的。为什么我们为人父母那一代人，他们做事能力那样强，他们那种使命感我们远远不及，一辈子付以这个家付出去任劳任怨呢？是一份为父母、为爷爷奶奶、为这个家的那种爱、那种使命感的推动啊。我们这里有很多为人父母者呀，有一些长者呀，我想会有同感。今天孩子有什么能力？今天孩子不是幸福的一代呀，他们是痛苦的一代，从小欲望的心，从小活在父母的呵护之下，没有能力去抵挡风雨，搏击蓝天，没有能力啊，注定他们会苦一辈子。当我们明白了，我们看清楚了，我们赶快从自身给孩子做榜样，给孩子种下正确的人生态度，同时历练他，磨练他。自古英雄多磨难啊，君不困不成王啊，烈士不困性不长啊，德行无法彰显。一定要让他们磨练，该做家务做家务，不要觉得心疼孩子。古人五岁的孩子就已经开始学洒扫应对进退，如何孝养父母，如何奉事师长啊，在这个做事过程当中，他的心智不断在成长。今天的社会我们把孩子保护得太好了，岂不知是爱之足以害之啊。所以我们的孩子都教的，领着他去干什么？种地，摘棉花，冒着烈日去摘棉花，翻地除草。结果这些孩子干完之后再读起来汗，那首诗啊，汗滴禾下土，粒粒皆辛苦，这首诗啊，他就不是读了，
他真正感受到每一碗白米饭端到桌子上是多么的不容易啊，经历多少的程序，多少人的付出啊。所以他掉地下一个饭粒儿啊，有的孩子他马上就捡起来吃掉啊，他说是粒粒皆辛苦啊。这个不是坐在教室读出来的，有的孩子做完之后说，哎呦，原来粮食到收成之后要经历这么多呀，又除土又除是翻地的，他说太不容易了，我要珍惜粮食啊。从而他会体会到父母的辛劳啊，习劳就知感恩呢、啊、这些教育我们今天都缺失了，从小多磨练，那才是叫吃苦，就是吃补啊，积福啊。长大了有能力了，有能力又为社会服务，继续积福，到老了才能享福啊。这个我们都要很清楚。孩子，那我们有的孩子他孝心一开啊，比如说有的孩子，有一天我们一位妈妈早晨被一种声音吵醒了，什么声音呢？切菜的声音。结果他以为是他先生起来做饭，一看不是先生，是他的儿子把早餐都给做好了。晚上下班呢，孩子亲自到院子里去接他父母啊，把晚餐给做好。我们想想我们的孩子如果是这样，我们高不高兴啊？这样的孩子学习还用催吗？有一个母亲呢，有一次去接孩子，你看这个孩子孝心一开啊，他就能看到父母的需要啊。他一看，妈妈，您的脸色怎么这么不好？母亲说，我肚子疼。然后母亲说，走，咱们回家吧。结果母亲骑着车子在前面走，突然觉得孩子好像没在车上，他回头一看，看孩子在车下跑。他说，你为什么跑？孩子说，我怕坐上去增加分量，让你肚子更疼。然后母亲说，你这样跑我骑得更慢，回家不时间长吗？你坐上来我早点到家，我妈妈好休息。孩子听妈妈这样一说，坐上车子，到家之后给母亲扶在床上盖上被，然后自己到厨房给母亲做饭。实实在在讲，不是孩子不好教，是我们没有教他正确的人生态度，是我们自己为人父母为人老师者不好教啊。这倒是真的，孩子很单纯，他只要见到真正对的榜样啊，他就去学。所以古代我们看到啊，家家都有那个祠堂，有那个家谱啊。这一次我来吉隆坡，到一个万姓宗祠纪念堂去看，当我们看到老祖宗啊这些姓氏啊那些牌位啊，我们升起一种感恩恭敬，同时更重要的一种使命感呢、啊、我们要把文化传承下去啊，要传承下去。所以这个祠堂是什么呢？那个是孝道的根呢、啊、古人每顿饭一定先要拿出来，没吃之前拿出来要奉养自己的祖宗啊和父母，那个就是教育啊，让人不忘本啊，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啊。老祖宗太明了教育了，太明了人性了，我们要有信心，要跟着老祖宗走，这是一条康庄大路啊，要非常坚定地走下去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家谱啊，自己祖宗历代的姓氏这个名字啊，你看装在心中的时候啊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一个没有孝心的人，一个不孝的人呢，他绝对不敢跪在祖宗面前，像秦桧一样，
他敢跪在祖宗面前说，我是一个奸臣，哦，我这个残害忠良祸乱国家，向祖宗汇报，他敢吗？不敢呐。古人都是祖宗子孙发达了，哦，建功立业了，你看，然后跪在祖宗灵牌面前呢，向祖宗汇报啊，以为祖宗在天之灵啊。所以那个是对孩子最好的护身符。今天我们都怕孩子出这个事儿，出那个事儿，那个担心保护不了孩子，而这个孝道是最好的护身符。孝心一开，事虽小勿擅为，对不对？他不需要我们提醒啊。所以我在教学当中呢，处处抓住这个以孝为根本。孝是孝经上有一句话，昨天好像是梁先生嘛，还是丹思礼先生说到这个，夫孝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生也。德之根本，教育的原点起点。那我利用比如说我们这儿有没有开家长会的那个习惯？有没有开家长会？我每次开家长会啊，我不会跟家长说太多什么分数怎么样的，我不会说这个。我会开家长会给孩子讲什么呢？如何落实德行教育？我会给家长分析正确的人生态度对孩子一生的影响。因为教育是一个合力，是一个系统的工程。我们非常希望家长能配合，因为我们跟家长的目标是一样的，都是成就孩子，目标一样，自然能达成一致。用我们真诚的爱去唤醒家长。今天有的朋友说，那家长不配合怎么办？正己而不求于人呢，则无怨。我们好好干，孩子真的有变化了，以孩子带动家长，先自己做，能做多少尽力而为呀，会做得很欢喜。还有我有时候利用比如说在德育课上啊，我那个德育教材就是弟子规，我每一句跟学生细讲，但是必须要自己努力去做呀，讲出来的才有感受，才能让孩子有那种心灵的撞击。如果没有做，光讲说出来的话没有力量的，自己都没体会到那种幸福啊。毛主席说过一句话啊，要想知道李子的味道，必须要怎么样，亲口尝一尝，然后我们才能告诉孩子这个梨是酸的是甜的。还有比如说利用这个我们的课文，我发现我在中国，我在教语文，我发现我们的每一篇课文都没有离开八德呀，有的是写爱自然的，爱父母的，爱朋友的，然后做事的态度要讲信用啊，全围绕一个爱字。那课文都有，我们背教案的时候第一个目标是德育目标，放在第一位啊。教课文，课文的实质是什么？文以载道啊。教课文是把文章当中表达的一个道理啊教给孩子啊，然后以德代文啊，德文并进呢，这是根本呐。所以这每一篇课文，比如说讲到李时珍，我会跟孩子讲李时珍如何立志成为一代济世利人的一生。我不用讲太多，一个态度，深入给他讲明白，去做。其实每一篇课文也都是我们非常好的德育教材。因果教育啊，因果教育也很重要。我们有一次
消防员到我们学校做消防教育这种安全工作，结果他就讲到一个六层高的楼失火呀，他们去救，结果在最高第六层有一家是五口人，奶奶，然后父母和一个孩子，奶奶60多岁瘫痪在床，手可以动，脚不方便了。结果在大火烧上来的时候呢，夫妻两个人放弃老奶奶，带着自己孩子往楼下冲啊，能不能冲出去？结果他们三口人活活呛死在楼梯上，老奶奶爬着居然爬出去了。我们孩子一听这个故事啊，你看孩子他有是非善恶的观念，他很清楚，这就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啊。我们想，当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啊，他的父母做出这种抉择，那一念放弃自己的母亲，那个是偶然抉择的吗？那一念的抉择就是他父母平时对待他老母亲的那种态度，他平时对他母亲一定不孝，关键时刻来了，所以他才放弃他的老母亲。当这个父母做出放弃老母亲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想到将来他孩子学到的是什么？人生遇到危亡存亡的时候啊，一定也放弃他的父母。人算不如天算呐、啊！如果当下他真正是给孩子表演的是认可我死掉，我都要让老母亲救出去，我们想一想，也许他们真的不会死啊！一念有时候就决定了人的生死存亡啊！而且他孩子看到自己父母认可自己死都要救自己的奶奶，学到的是仁爱，是孝道啊！他也用会同样的心呢，孝敬他的父母。我孝亲，子才能孝我呀。孝是一体的，来不得半点侥幸。啊，这个是一个因果，这些教育也很重要，啊，还要利用一些德育故事啊，请圣贤人来帮助我们教孩子。我们讲到春秋战国时期，钱镂长愤，他刚当官10天左右，突然身冒冷汗，他就知道肯定父亲得病了。孝悌之志啊，通于神明啊，就孝心真诚了，跟父母是通的。结果他回到家，钱镂上面写辞官而归啊，古人他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，无论当多大官，当宰相也好，父母需要了毫无犹疑，都没有一点思考，一定是辞官回到父母身边照顾父母。树视孰为大，视亲为大，都把孝顺父母放在第一位，这是一定的，没有丝毫考虑我这个去照顾父母我前途怎么办，没有这个想法，根深蒂固是这样。回到家看父亲得病了，医生说需要尝父亲的粪便，甜呢父亲病就重，如果苦呢父亲还有救，四个字，钱镂长直。没有想啊，都连一个说脏不脏的念头都没动啊。那个就是父母对孩子的心，今天孩子知道父母的恩德，反过来用父母对孩子的心去对父母，那个就是孝。结果讲完这个故事啊，我们有个学生啊，有一天他父亲得病了，他父亲上完卫生间，他马上过去拿起一大块放到嘴里就尝，他母亲说你尝个小块就行了，他说不行，我要尝个大块，他一点那个说脏的那个念头都没有啊，那种至诚的孝心啊，老实啊，孩子确实不是不好教啊，我们教学相长啊，
孩子这个做法让我们汗颜，我们可能还会犹疑，哎，脏啊臭啊，动这个念那份孝心就不纯了。父母会不会，父母如果当我们孩子需要有生命危险，需要说比如说换肾，我们父母毫不犹豫会把自己的肾给孩子。天下父母之心呐、今天我们就要把这份父母对孩子的心孝道都要传承下去，这样啊，人与人之间才会互相关爱，这个世界每个家庭才会真正走向和谐。老夫子的理念大同世界，根在孝道。还有比如说我们利用这个音乐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，这个力量都很强啊，都很强。我有一次我在唱那个儿行千里，我们有一个学生没有回家，他给我按摩，我在那儿唱那首歌，我想起我母亲，每次我放假回家要离开家的几天呢，我母亲就开始为我打点行装啊，准备离家的那个时候呢，我母亲呢送我从巷子里一直送我们出来，然后背有点弯，什么时候弯的我不知道，母亲头发什么时候花白的我也不知道，人不学真的不知道啊，什么时候母亲那个步履蹒跚的不知道，母亲在后面送我呀，然后还伴着咳嗽，冬天的手插在那个棉袄里，结果送完我说母亲呢您回去吧，然后母亲说不用担心我啊、我没事儿。当我走了一段路回头一看，母亲还在那儿望着我，儿子走了，母亲的心随着儿子走了，但是为人父母者认可自己忍受，一切都可以忍在心里，不要耽误自己孩子的前程，就是这样的心。所以我唱着唱着当时就哭了，结果给我按摩的这个孩子在后面也哭了，他说老师啊，我是一个坏孩子，我13年来太伤我母亲的心了，他说我母亲想进我的门没敲门进去，我会指着我母亲说你给我出去，凭什么进我门进我的房间。母亲筷子掉在地上，母亲说儿子你给妈妈捡一下筷子，他会说我凭什么给你捡筷子。他说我母亲气伤透了。在8月15中秋节的时候，我们200多人呢在一个礼堂里开联欢，这个儿子当着200多人的面给他母亲跪下去送他母亲一只月那个那叫什么花，百合花，然后跟他母亲说妈妈您真是我的好妈。这首歌呢，等一下如果有时间我可以跟大家唱一下啊。孝亲必尊师啊，这是一定的。所以我们班在有一次在38妇女节的时候，我都忘了，我们班长提醒我说老师啊，明天是38妇女节，我们每个同学带一枝花，挨全校挨个班给女老师送。哎，我一听这太好了，我就在后面我鼓掌啊，我鼓励他，我说这个事就交给你负责。第二天我们班学生带来像小山一样的花呀，摆在我的讲座上，早自习的时候我们学生挨个班给老师送，结果呀每位老师收到我们学生送的花呀都很感动啊，然后送给我们校长每人一束鲜花。回来我们这学生班长跟我说，王老师我有个感受，
我说什么感受？他说王老师啊，施比受更快乐呀。这种感受不去做是无法体会的。我们校长从一楼爬到四楼来，到我们班感谢我们的孩子。校长说着说着哭啊，我们孩子热烈鼓掌啊。唤醒人性的本善呢，人才会真正有幸福可言。活在欲望当中，不可能幸福啊。人性本善的原点一定是从孝道唤醒。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于啊。人说不孝顺父母，孩子没有扎下孝道的根，说我能活得幸福，那个叫自欺呀，不可能啊。所以我们要给孩子做出孝敬尊师的榜样。我们有一位，在后来我在山东教学，我们有一个月的幸福人生讲座，有一位78岁的老人家参加，一个月至始至终每上午都3个小时，老人家就坐在那儿听得非常欢喜，给我们在场的人做出了好学的榜样。这位老人家原先是学基督教的，我听说学基督教的朋友呢，好像一般很少能给祖宗鞠躬啊，而且说不轻易会学其他的东西。当他孙女儿把他接过来的时候，外孙女儿跟他说，说我们现在学什么什么，学老祖宗的教育。他这个老爷就说了，不要跟我提，我是学基督教的。然后我们这位跟我们一学的这位朋友啊，这位他就是不说了，天天坐呀，沉魂定醒。他们家4代同堂，老爷还有这位老爷的儿子，然后就是这位外甥女儿了，接着外甥女儿的女儿，他们舅舅每天领着他们3代人干什么呢？早晨给姥姥请安，跪下磕头啊，晚上也是给请安，也跪下磕头。哇，他姥爷说，你们就学这个呀，这个我要学。结果第二天就跟着去听课，听课去之前斋戒沐浴，他说我的身上不能带着味儿去，我要穿好新衣服，我对老师要恭敬。到底谁有学问呢？这才是真实的学问呢，敬师啊。结果每天坐在那儿听完上午的课，一下课向老师感谢，他就是一句朴素的话，祝老师长命百岁，他就是这一句话。老人家多么希望有更多的学圣贤教诲的老师啊，把传统文化承传下来，让更多的人过上幸福的日子啊。他从小不识字啊，78岁了才学到圣贤文化呀，他哭啊，下课跪在老夫子面前磕头啊。他有一天他把我拉在身边，他说，王老师啊，我今天兜里揣满了金子。我说揣满了金子？他说我啊，中国文化我揣满了，我不仅自己要学，我还要带给与我有缘的人去学。这是一个78岁老人的肺腑之言呢、啊，我们听了感动啊。后来在结束的时候，家长送花，我们把这束花献给了老人家呀。在场啊，都被这位老人家所感动。在其中有一次呢，早晨早餐做完了，他们家包饺子，离听课时间来不及了，结果老人家饭都没吃，自己从6楼走下来啊，去听课。他说我不能够迟到与老师去，这样对老师是不敬。
当我们为人父母这样做出恭敬的态度啊，我们的孩子哪能不敬师呢？这叫师道啊，亲师的配合。给孩子一个是扎孝道，一个是扎师道啊，这两条根扎下去了，我们的孩子才会有成就啊。我们给孩子什么？就是给他一生成就的根，孝亲尊师的根呐、啊。我们不能陪他一辈子啊，我们终究一天要离开他，但是我们把他人生的根基扎好了，那个才能抵御今天社会强烈的污染和诱惑。我们要清楚，否则我们明白人是苦一阵子啊，我们把他正确的态度给孩子，我们一辈子会轻松；不明白人会苦一辈子，老是担心孩子会出什么事儿，老在枝末上打转，甚至闭上眼睛那一天还担心自己的孩子。我们这笔账都要会算啊。那在我们还有比如说我们有举行这种祭祖拜师的仪式，这个就是不是我们要求，当时是家长要求，家长领着孩子三跪九叩跪拜孔老夫子，然后请老师们上座，教他孩子的老师啊，给老师就三跪九叩。当我们家长给我们三跪九叩的时候，我们是什么心情？我们坐在那儿真的如坐针毡呐、啊。我们在场，老师落泪，家长落泪，孩子也哭，才体会到老祖宗为什么有这些礼呀、啊，治理作乐呀、啊，那个会把人的本善唤醒啊，会把老师那种使命感呢、啊、唤醒。就一个态度，要对得起人家家长啊，要对得起孩子啊，要教好他。我们不能要求家长说恭敬我们，我们不可能。我们要做出来，我们真正做出德行的风范，真正是一份成就孩子的心呢，家长自然就恭敬了。这样亲师配合来成就我们下一代，才能培养出真正国家的栋梁了。那在这个其中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夫妻亲师之间不能给孩子中毒。什么叫中毒呢？老师可能有时候埋怨家长怎么样，家长当着孩子面埋怨老师，这叫给孩子心里中毒。教育就是把孩子的孝心保持一辈子不变，这就是教育的功能。保持一辈子不变的孝心在扩大，就是泛爱众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孩子才会幸福，孩子才会幸福。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啊，都把孩子心给污染了。带孩子出去遇到这个乞讨的，孩子要给一块钱，我们可能马上会说他是骗子。我们往往就见到这点小利呀、啊。其实我们这个动作一做下去，我们教给孩子一个什么态度？把社会的阴暗面，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真诚相信全给破坏掉了。孩子甚至看到我们为人夫妻的都不和睦，孩子一看呢，这么亲近的人都彼此的不和谐，还有什么人可以相信？把孩子那个本善的心全给毁掉了。当他这样念念去觉得社会这种都没有值得可信的人，他对人一辈子都是怀疑，都是猜忌，都是怨恨的心，他还会有幸福吗？每一个动作都是教育。所以当我们让孩子给这位乞讨的人一块钱的时候啊，恭恭敬敬送过去啊，我们给孩子长养一种仁爱啊，这叫
我们老祖宗有一句话叫吃亏是福，好像吃亏了送点钱，吃亏了吗？长养的是孩子正确的人生态度。还有一句话，贪小便宜会怎么样？吃大亏。有的时候我们会告诉孩子，人家打你，你就打回去，不能吃亏。吃大亏了，孩子这样的啊、哦，打回去好，最后他的拳头一定先打谁呀？打父母，一定是这样。他不可能对别人是这样争斗的态度啊，反过来对父母就不争了，不可能的。人算不如天算呐、啊，一定要顺道而教啊，不要自作聪明啊。当我们老年的时候，我遇到一些朋友啊，老年了，埋怨儿子不孝啊，甚至得病了，即从儿子要钱，躺在病床，儿子都不给，最后写借条才能给。我们一听可能觉得这个儿子禽兽不如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，我们回到几十年前，孩子之所以这样的跟父亲都谈利去争，我们有没有想到，那就是也许小的时候我们告诉孩子，人家打你你就打过去，你吃苹果吃水果餐的时候你就要找大的吃，别吃亏。也许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给他种下去的人生态度啊，最后他开花结果了，然后他在我们身上起作用了。所以我们要很清楚，种什么因就结什么果，教育不要存在丝毫侥幸。那么还有，就像有的父母之间也不能给孩子中毒啊，有的母亲说，你就像你那个懒爸，成天就知道睡觉，这样下去孩子慢慢对父亲就不尊敬了，而且父亲慢慢也觉得这么亲近的人，孩子对我都不尊敬了，他会越来越堕落呀。所以有一个孩子，他老师跟他讲说，你要把你这个慢写作业慢的习惯你改一改。他说我改不了了老师。老师问他为什么，他说我妈妈说了，我就像我那个懒爸。教育一定要非常谨慎，处处要有智慧呀、啊。没智慧不懂得怎么教啊，好心是好的，有的时候做出行为已经把孩子引向背道而驰了。所以最根本的，我们要先学，要先落实啊、哦。那么弟子规上说呀，兄道友，弟道恭，兄弟睦，孝在中，正所谓家和才能万事兴啊。所以我带班的时候，我跟我们专科老师，我们数学老师是龙老师，我姓王，学生说两位老师正好是龙王。那每次呢，我都在我们同学面前，我非常尊敬我的这个龙老师，他长我15岁。我跟我的学生说，我说龙老师有这深厚的教学经验，我都要向龙老师学习。我说你们一定要像要像老师一样听龙老师的话呀。我们想一想，孩子最崇拜的是谁？班主任，对不对？他觉得老师班主任都向专科老师学习，那他能不向老师学习吗？而且每次比如说龙老师站在墙面讲话，我会很快地端过一杯水给龙老师，我会搬张椅子请龙老师坐。我们专科老师间这种和谐呀、啊，其实就在潜移默化，在教孩子兄道友，弟道恭啊，这个不需要说的。我们跟专科老师貌合神离，那也教孩子貌合神离呀、啊，兄弟姐妹之间不和谐呀、啊。教育的根本是什么？是一份心境啊，
教育就是提升自己的心境，从而提升孩子的心境。那么其他教英语、数学还有音乐这些老师，我跟他们讲，我说只要发现我们班有什么问题，你就给我提出来，我非常感谢你们。而且我每次从家里到办公室，我们家里冰箱里经常准备一些水果，我一开冰箱如果没有了，那肯定被张老师带到他学校去了，是吧？他开冰箱没有就被我带走了，我带到学校让大家有的时候在一个办公室里同仁呢，有时候吃点东西啊，要和谐呀。如果这个单位都不和谐，那到单位还有什么意思呢？打电话，往我公用电话有时候都不愿意接，每次我就去接，办公室卫生我也经常搞，结果大家处得非常和谐。那个都在教孩子啊，可不是教育，可不是单单自己一个人的问题啊，整体的和谐啊。然后我们班学生给自己起了一个班级的名字，叫爱心班级，而且还自己自发组成爱心小组，去帮助一些学习成绩或者是思想上有困难的孩子。我们班有的孩子考期末试的时候，那个要串班，考期末试的时候啊，分班嘛，把班级都打乱，结果考完试回来，我们班学生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老师啊，咱们班这个磁场太好了，他说我一到其他班感觉到都心里面都乱了，他说咱们班这个磁场好，这是真的啊。而且我们班那种敬教啊，前面是老夫子的像啊，左右墙上，前面的墙是班训，做好人说好话，这个做好事做好人，然后是说好话做好人，行好事，最后是做好人，对吧？哎，存好心呐，说好话行好事，最后做好人，谢谢啊。然后左右墙，好学近乎智，是吧？力行近乎仁，后面墙上是知耻近乎勇，让孩子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全是提人正面的东西。图书角上摆的全是我挑选的非常好的书，感悟母爱，感悟父爱，一些历史上这些故事哦，不好的书不能读，非圣书秉物事，必聪明坏心智。然后我们班，当我们有这个孝心的时候啊，我们老师跟孩子应对呀，不用刻意去找方法，很自然的，我们那份爱过去了，然后方法就有了。我们要君子务本。我们班有一个孩子，他是他婶娘收养的，他母亲呢，父亲在他两三岁就走了。然后他母亲又改嫁了，把他孩子丢弃，他婶娘看他可怜，收养了他。收养之后呢，婶娘觉得这孩子可怜呢，对他的爱超过对自己孩子的爱，当然这种爱呀，溺爱了。结果这个孩子后来被宠坏了，但是他婶娘却感到很委屈。那么这个孩子呢，我有一次引导他，我跟他讲啊，我说做人要恩欲报怨欲忘啊，我跟他讲他婶娘点点滴滴收养他照顾他的恩德呀，讲着讲着把我讲的哭了。当我在那哭的时候，这个孩子给我鞠躬，然后跟我说，王老师您不要哭，我改。其实我们这种真诚的爱心呢，才能去唤醒孩子的爱，从而让孩子按照我们希望的方向在走啊。因为他觉得我不能对不起爱我的老师啊，
让他从内心里生出一种惭愧，支持近乎勇啊。教育就是保护孩子这种好善好德的心，惭愧的心，还有对人生的信心，而不是打击呀、指责啊，那只能适得其反的。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孩子的回头，扶持他，提升他人生正确的态度，从而冲破他自己的习气的惯性，让他自己上进。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呀、这是我们老师的责任呢、好，这个还有很多时间关系啊，今天呢跟大家呢就分享到此，这样占用大家几分钟给大家唱一首儿行千里啊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我们会唱的可以咱们大家一起唱啊。衣裳在天际间，饭菜多吃几口，出门在外没有马奥的小米粥，一会儿看看脸，一会儿摸摸手，一会儿又把想起的话塞进耳的兜。如今呀，到了离开家的时候，才理解儿行千里母担忧，千里的路啊，我还一步没走，就看见泪水在妈妈眼里，妈妈眼里流，妈妈眼里流，啼儿在擦擦鞋，为儿在缝缝口，儿行千里就着妈妈的心头肉，一会儿忙忙前，一会儿忙忙后，一会儿又把想起的事塞进耳的兜。如今要到了离开家的时候，才理解儿行千里母担忧，千里的路啊，我还一步没走，就看见泪水在妈妈眼里，妈妈眼里流，妈妈眼里流。好，谢谢大家。